Oh, it's a battle. Die. 书包里头装什么？书包打开。 是吧？不想给他带。书打开。打开。为什么带这个东西到学校？啊？你要被记过的，知不知道？ 先看什么？泰哥，你们画了没？画过了。等一下，画了。你们连图都画，你画什么那么久？我什么抄什么啦？不然有看不出来。超快一点。好。你要画认真画，画这么丑画啦？你有什么资格说？你画这什么？连布哦，比你好多了。嘿，这是大牙金牛棍，中天黑道三牙。 今天要你们的泰戈，只是因为他是个重要的印度诗人，他还是常年批判英国殖民主义的哲学家。术业有爱时，便花成花。神，不是应该是门自由的吗？圣经这句话的火门，曾躲在学校的储藏室里。 一字一句地抄下那些得来不易的书，但讽刺的是，我们却活在一个谈自由是犯罪、读经书有关生死的年代。 上路，人都死了，怎么拿头供啊？真假的法官还不说，
其实惺忪起初并不是最痛苦的，最痛的是那些噩梦。每天我都告诉自己，只要我一死，就不会再梦到翠华中学，不会想起读书会的大人，也不会想起方瑞熙。但终于失去意识的那瞬间。 学姐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学校？我睡着了。我也是。醒来之后，学校就没了。我好像梦过这个形象好多次。
So the door is open. No chains.学姐，你先坐一下吧。什么都是灰的。对了，学姐，我稍微动听。我是方瑞欣。知道啊。你是模范生啊。 你跟爸爸被摆上了，是吗？你怕我说出去？喂，喂，这有杂讯。喂，喂，曾老师，老师，喂，没有声音啊！你骗我？ 曾老师还在学校里，跟学校只有这里有电话哎。你确定没有听错吗？虽然老师是从别的地方打来的，但是知道我在学校里。你听成这样，老师应该跟你念吧。 破该校，历史组织，颠覆国家，这是什么？到底呢？ 张老师为什么反驳我？殷老师也是。心情不好，见到你没事吧？白骨功名为难，学姐。 姐，你看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什么？
学姐，给我来一下。怎么会有这个？是不是人死了才贴的吗？我妈去哪里？跟老师拿钥匙。拿什么钥匙？我想去储藏室看看。我们不是要找老师的吗？我的读书会出事了，张老师的书会的。他还在。要不我跟你借一些钥匙。要不我 老实跟他，那种腿是好乱的经验，傻地无数，也想着地下都知道，没有比那更耐的，不过是说几根烟，捡你们钥匙，结果他们说完剩的，协助他俩分尸。管他什么事，弄死了。你这个小子，之前都在储藏室，不知道进什么意思。你们全是共匪！我死了你们！早就不会快点挨得住你了，我们也吃了宰了！you
学姐，该出来了。刚刚那是什么？学姐，我赶快走吧。这个畜生！老师就是在这里带出的。嗯。每天放学以后，英老师会挑一本书来这里，带着门。这是成立这个读书会的，江明辉老师。我就知道有什么，没事都是你，就是你这个小鬼，整天讲究啊！哎，我生完气就听你别管了，你什么老师吗你？啊，你这么着急？不，没事 ，OK， 没事，哎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生完气之后，我要是再看见他，我就把他给扔。是，谢谢高伯伯。张明老师。哎，李老师，早啊。他们这个小孩子都有点像，哎，老师呢？你们要证实？县令来的。我又行啊。到办公室去了，说吗？原来行长号。如果是来抓我的，就当不认识我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保护学生。不知道。继续升旗。继续升旗。山川壮丽，物产丰隆，天荒地老，中央人雄。我爸说今抓人以后，他没有办法让你连祖宗十八代都供出来。黄老师会用我们都相信黄老师，就像我相信你们。
那为什么要停？现在学校要调查所持，我不能让你们被扯进来。老师，所以所有的书都没了吗？张老师救了一些，但现在带书进来太危险了。我们可以去张老师那边拿书。好，一定上是老师，那我们去拿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万一你们被抓，老师也很难撵。从我开始，我假装拿作业给老师，但是阿昌、阿猫、文雄、周星、邓，我们轮流去。可是现在连老师都被抓，假如我们其中有一个人被抓，你认识那个人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吗？我不会，你们一定也不会。娟姐，你不会跟别人说吧？我要说什么？我只看到音乐作业簿而已。学校变成这样，而且是我们自己被贴的这个，加上两个老师的座位被收了，还有警总的公告，大家可能被抓了。可是，老师如果来的话，就不可能打电话，他会不会是跟其他人一起躲起来？我们以前在防空洞念书。那你有几期电话？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看看。分手，读书会是不是出事了？他们都躲在防空洞了。是阿胜去搞你？不可能。那我问你，书为什么会在白国峰那？这都不是轮到他去拿书吗？说好。你不是说过？绝对不会有人出卖他的吗？那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？
老师，嗯，江主任让他很生气的赎回，什么意思？就文雄啊，他说他设备塞头，除了都不念书，整天照着顾在一起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小时候呢，跟阿彻一样，上课都不念书，都在偷画画。那时候罗西湾有一个老师，给我们的地方，让我们可以尽情的画。说不定这样，我现在就不只是一个美术老师了。可是，为了我冒这个险，值得吗？你还记得在你们读过的盘的诗集吗？里面有一首诗，很喜欢。树叶有爱时，便化成花朵，花朵绽放，结束我时，埋在地下的树根，使树枝产生时，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。事情到底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不就只是看几本书而已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真的只能在学校里吗？
要是文雄被杀了，老师当然会被杀了，因为你把告密者带来这里。为什么带他来这里？你为什么要把他带来这里？是他拿书向白教官举报了，害死我们大家。老师说你是告密者，书是谁拿给的？说啊，不是我，不知道。为什么是你？是人死了才听得懂。谢谢，你是我送的还是学校？我好像梦到学校的东西。没有声音了，医院什么？帮我带他在学校了。看来确实，比较会动。我真的是。到了，跟你妈一样，整天疑神疑鬼。
江南不幸，信宇的请求，请观世音菩萨指示。请观世音菩萨指示。我出门了。信宇的请求，请观世音菩萨指示。昨晚，在警备所司令部严密的侦办下，破了地下刊物组织。该组织假借数据之名，行贿渗透的黑金组织，其主谋已遭扣押，今天在呼吁全体国民，若有发现可疑分子者，务必立即举报，切勿以身试法。书包放心开，打开。会带这个东西到学校呢？你要被欺负的，知不知道？教官，你的黄油群老师担任班导致三年小班全体同学，请于今日八时后到教官室报告。在校长和学辅导中，你黄正才有自信。王瑞新同学，教官好。这是校史室的李老师来向我报告的。这种事情我被追究起来能有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你爸爸他要升官了，不要在这个时候给他添麻烦。白教官，张老师，这是我辅导的学生，他闯祸了。小事。白教官，我做了一份升学意愿调查表。刚好想请三年级的同学帮忙，方便借一下帮同学。那我们先离开了。张老师，因为今天早上黄又新的事，我们会对所有的老师做一些特调查。到时候如果有冒犯的地方，还请张老师讲。帮同学，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教官商量。走吧。乱花校长很好玩吗？老师，对不起。三子，你为什么回去上课吗？照顾你，你要好好谢谢他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这个黄游行带什么禁书到学校？人没了，搞得我们还得被总调查。小声点，先说一遍，得被他拘留。老师有事先离开，你快回去上课吧。
出来了。刚才有个学生拿作业来给我，别再画水仙了。嗯，水仙有什么好？比水仙漂亮的花多的是吗？水仙样子简单，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也不用管别人的眼光，有什么不好？这样很孤单吧？不会孤单的，有人懂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学长，别让我们为难了。得罪了。啊，你要去哪？叫你妈打电话给白姑，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爸，爸，他到底去哪？记得叫你妈打电话给白姑父，听到没有？打电话给白姑父。白哥。妈，爸叫你打电话给不了了。他们说，不过拿了几个不干净的钱，死不了的。真是菩萨保佑。我才跟菩萨许愿，就想画个账本。是你去讲的？你知道我跟菩萨许什么愿吗？是你去保密的。我跟菩萨说，要是他不在就好了。
人鱼小一点，送你回家吧。不能在这里过夜啊。我没地方去啊。你爸爸跟白教官这么好，他一定很快就可以出来的。不然你明天先在家休息，电影改天再看。这是我现在期待的事。你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是这期待的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晚点送你回家。为什么是这首歌我看也快背景了，那就趁现在多弹几遍。怎么突然想学琴？听过一个朋友弹，想学起来。有些事我得跟你聊聊，你跟方瑞星是怎么回事？适可而止吧，我当初是请你拉他一把，帮他度过家里的变动，不是叫你把他拉进怀里。我们什么也没发生。如果别人看你呢？你有想过后果吗？
现在这么紧张，万一你被抓，一定会牵连到你。是我跟他的事，所以你觉得不够吗？你别忘了，你要负责的可不是你一个人而已。你得做个选择，害他，或者退出读书。调查单看起来很理想，你最近情绪稳定，所以我的生活辅导就到为止吧。为什么田丽的不你们说好不离开吗？那是给你的，你要给我是吧？是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来讲教官方面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你知道我跟菩萨许什么愿吗？我知道，对吧？阿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怎么没有？我怎么到？怎么谁都不能逃？在这里啊，你看。我是大家新农夫，我喂，大家新农夫，你涉嫌参与叛乱组织，企图颠覆国家，本官要判你死刑。你能明白吗？能明白吗？
阿胜，是你拿书给方瑞欣的。你要揍我？我没有揍你，可是你一定要跟我说啥。我发过誓，我谁都不会说的。你跟谁发誓？我发过誓，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说。你跟谁发誓？我想说，我谁啊？阿昌阿茂也揍我，把我关进柜子里面。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会怎么听？我没有哦，书是你拿的。魏宗庭，你没有把这个人吧？你不是要不要这个人？不是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？这里是由负罪的死者所构成的。很快，你就会跟大家一样，永远留在这里。说，你们是不是逆谋造反？如果你想跟张老师在一起，就把书交给我吧。学姐，你不会跟别人说吧？你现在看的书可以借我吗？不行，那书不是我。那你可以帮我借吗？不借就算了，我自己借。学姐，阿胜，嗯，下课我要去找张老师。就会帮你拿书好了，真的？嗯。但是你刚跟他们说，如果被其他人知道我交换，那就麻烦了。嗯。我发誓我不会跟别人讲。嗯。魏宗庭，
谢谢。师姐，我以后会跟你一起看书。好。是，我会想想办法。林老师，会被开除吗？你放心，我家会感谢你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再也不能剩我一个人。但是，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
明辉，你成立地下组织，共提供反叛刊物供学生阅读，煽动学生颠覆国家之思想，处死刑，你能明白吗？能明白吗？行。要杀人凶手，真正的告密者，就因为你的私心，他们都害死了杀人凶手。谁找到了他们？杀人凶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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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凶手。你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？什么？我已经在去的上面去，他买我的罪行。对不起什么？是我害死了大家，还有你。你是犯了错，但害死我们的人是你，你只是被利用了。是不是一切都太迟了？只要还活着，就会有希望的。可是我已经没机会了。此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了，很遗憾，我们都没能等到自由来临的那一天。但活着的人可以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帮助他还在，总得能活下去，记得这一切要不得来不易。快装备押进去，其他都没撑住，就剩这个。再给他几天，一样不上就都出去避难了。是。
如果没你就好了。本校破获地下非法读书会，逮捕叛乱师生，共计八名。本次查获的不法分子既有学生尤胜杰、周兴、张旭昌、黄文雄、李志豪，带头组织违法读书会者教师伊美兰、张明辉，两人皆处以死刑。叛乱学生魏仲庭也于今日被捕。方同学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也要包庇匪徒吗？为什么不把一切留在这呢？我在这里开车。走吧，我饿着。别开玩笑了，这是我该面对的。我也有份，我能陪你。你的责任是活下来，记住这里的事。我这就回游戏，再也不想要吃红薯。那是谁？赵婷，是谁？赵婷。
妈妈心送刑场死了吧，都几天了。我要找狗。要是我是什么都可以。江老师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是没勇气完成你交代的。现在学校要拆了，再不回去，我拿什么脸去见你？立体主义的欲求，但也有的啊主义的欲求。魏长廷，你还记得这本书吗？恐怖的箱子。Thank you.
这是曾老师留给你的。忘记的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